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影片。在今天影片中有两个非常非常酷的东西要来跟各位说明了。那首先呢，第一个就是 Roblox 又推出了 Dominus， 这上次推出我已经忘记是什么时候了，好像是2019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。那这两个 Dominus 我都觉得长得蛮酷的。那两个 Dominus 也说到会增加了这个 PBR 这个东西。那 PBR 是什么？我不多解释，因为我怕我会解释错，有一点难理解啊，就是有一点像是现实的那种质感，现实的那种材料嘛。这两个 Dominus 都有一种铁的感觉，反正我是觉得蛮酷的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要搞一个来买，对，我想要买一个 Dominus。 OK， 那除了 Dominus 还有另一件在 UGC 角色的一个事情哦，在之前我提到过的隐形人嘛，九速趴隐形的外观他被下架了，你们说是吧？不对，不是你们说，他的确被下架了。那这一次呢，我又发现了两个外观几乎也是半透明的，这两个外观分别是 Glassman 跟 Scary Ghost。当时我在滑商城的时候看到这个 Scary Ghost 啊，他的那个 torso， 他的躯干是完全透明的，所以我就点开来看了，没想到他真的进游戏就是透明半透明的外观。那这两个东西我相信啊，也是应该很快就会被 Roblox 发现，被 Roblox 下架了。我不知道 Roblox 会不会发现，如果发现了应该就下架啦。反正一样的，我会把连结放在下方的留言区，各位可以自己去看啊。如果你点进去之后没东西的话，那就代表那个东西被下架了，被删掉了。那这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。如果你想追踪更多新的幸运资讯的话，不要忘记按下这边下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节目见喽，拜拜。下。